宅也是伫个棺啊，棺啊内底，瓶子里面，瓶子里面哈，然后再移植出来，啊，移植出来一般的话，我们是用两寸盆哈，很小的两寸盆，啊，那然后再慢慢移植哈，就再移植一次五寸，然后现在这边哈，这边就是第三次哈，就第八寸盆的。那这个种多久？这么大，种多久？这个接近。接近两年了啦，像这个接近两年，三十万，